好了。老婆。你掉一掉。不错啊。抓驴了，现在是在一个公驴圈啊，全部是公驴，现在正在抓驴呢。哎，也别跑，别跑，抓住了。别咋的不能老实了，有我整理他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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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海螺耳朵，来，我海螺耳朵都能带出去了，不行了。对，你耳朵。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行，有，
到底啊，修蹄我们有任何挑战的都可以打到公开的视频。凳子，别动，别细致的修。绝笨，这你看我嘛了？哎呀，看这会儿行。起来，不是高。起来，哎呀，俺打起来。最后一个蹄子啊，都过来了，看了吧？别，你看你咋处理了？乱弄，光硬。哎呀，这有造型。来，继续。哎呦，鱼啊！有地方卖不了，有地方卖不了，他就想法卖吧。有。如果卖了以后，你带不好，别带不好，别脸。不要。鱼儿笨。这个头毛驢修好了啊，脑袋上没结呢，放心。结束了，有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。好了，明天下午到时候再直播。都拿了，还有一包好料。自由了，走吧。